通宵，白衣沙屯拱天宫妈祖9天8夜这个徒步进香行程来到最后一天了，沿途也超过了20万名信众簇拥。好，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就起驾了，在8点半的时候呢举行着换大轿仪式，从这个4人的神轿换到了8人的大轿，好，也代表着整个仪式呢即将要完成，要返回的意思。好，行程非常的快，中午12点的时候呢，他们已经来到了白沙屯火车站了，在下午4点的时候，正式的返回了拱天宫。这一路的行程呢，非常的紧凑。带你来看到，从2月12号出发，一路到2月20号，行走的时间很长。2月17、2月18，甚至完成了一日双港，北港、深港，22个小时就走了78公里。好，另外看到呢，像是在最后一天禁火仪式结束之后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，他们就立刻启程返回哦。好，9天8夜的行程，他们一共是走了303公里。不过呢，所有的信众依旧是紧紧跟随。信众从神轿里将白沙屯妈祖神像恭迎出来，经过众人的传递，庙方人员将神像安坐于拱天宫的神龛内，最后拉上红布。20号上午7点，白沙屯妈祖从通宵慈后宫起驾，教班人员扛着粉红超跑现身庙前广场，信众欢声雷动。神轿来到新埔秋茂园，抱妈仔跪在地上诵读祝祷文，禀报妈祖准备换轿。抱妈仔背着伞，还提着一只生猪脚，身上的装备有特殊含义。这个和尚代表哈一条和尚，第二拍子滴滴咔，哈滴咔代表知足哈，拍子滴和尚，拍子滴滴咔要和善知足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和和善善的。信众恭恭敬敬从轻便的4人小轿里面，把妈祖神像送上8个人抬的大轿。跟着白沙屯妈祖进香，同行400多公里的山边妈祖也换到自己的神轿上，准备回来到后龙。轿顶装点兰花与项链，相当吸引信众的目光。两位妈祖坐在各自的銮轿上，在白沙屯境内绕境四徒，中午一同前往内岛里与白沙屯车站驻驾看歌仔戏。看了3个多小时的戏，两位妈祖这才依依不舍分开，相约明年再见。76岁的妇人准备百年传统的饭蛋，给随行的香灯脚补充体力。从新北来的民众准备200公斤的大虾子与各式海鲜，要让信众换个口味，吃饱也吃好。大家吃得高兴就好了。要跟信众结缘的还有他们，大老远从屏东东港再来2条新鲜的黑尾鱼，要让大家享用生鱼片。以往这个感觉呢，不分你我，啊，都不分无私的心情啊，一条肉丁桃啊。敬爱妈祖的心不分形式，信众开心领取徒步全程纪念锦旗，热热闹闹一起庆祝白沙屯妈祖进香顺利圆满落幕。华视新闻吴烈安、林建峰、洪连辉、赵英光、吴少君 SNG 小组苗栗报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